距离大婚就差8天了，高圆圆还在北京参加商业活动。要是大家看到这个新闻，估计也会感觉有点奇怪呀，这大婚当前怎么一点也不着急呀？难道是要做甩手掌柜，让赵又廷一个人去忙活婚礼的事情吗？我说女神，你到底咋想的？大家都还在工作，他也在拍戏，马上要做新年有什么准备吗？就都那些准备吧，跟大家都差不多。这话听上去还真没有当新娘的兴奋感呢。难道女神在影视剧中经历披婚纱的次数太多了，才会这么不敏感吗？不过生孩子这事儿，女神可没有经历过呀。难道你就不着急吗？马上就会想着要孩子之类的吗？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你这个问题，像老人家问的问题。好吗？家长有关系这个问题？家长还好，但是就是很那个还好啦，对。有个权益乐，祝女神早生贵子。北京报道。